mean to me. Oh, Christmas tree. Honestly, it's never been much about you. Don't get me wrong, I think you're great. Root of tradition, we celebrate. But oh, Christmas tree, more than anything, it's all the people around you. My sister's here, my cousins too. My brothers flew in this afternoon. Catching up, oh, what a year. Oh, Christmas tree, I nearly missed you there. Don't get me wrong, you're a sight to see. With all faded photos of family. But oh, Christmas tree, no, you don't mean a thing without the joy that surrounds you. For me.
我们俩全当女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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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真的是乱买的不好看也不需要他会是男孩子玩具吧来来看看就知道了可能会被抢哦所以你们用过这个东西吗？还是没有？没有。做两个。是没地方做吗？不是，挤着你了。坐着我的骨头。你太瘦了。屁股上没肉是吗？哦，这底下是个大灯泡。有，这个蛮炫的。然后呢？就盖子吗？这个盖子好。有啊，那个这个。然后把那个 wax 放在上面吗？那他怎么清理 wax 呢？应该外面是凉的，应该可以直接拿下来吧。它是固体，它凉了就不要铲了。对，很好铲，反正就和清理垃圾一样，倒个热水进去就可以了。孔明会吗？这个就不用打开了，这个不用打开了，因为都是散发味道。啊，这是 wax 了。咱们不用单独一下，不用单独配的。把这个给大家放到一边了，这个够了，这有三种。OK， 我感觉有人想要抢啊！啊，算了，我先看一下哪个是真输的。好，下一个。你这，哎呦，这要不要先拿走啊？我感觉想看到，看到没有？用到，把它放到那个木地板上。你这很重啊，重了。你要在这踩，在这踩，在中间。他先要试一下。OK。那个，重不重？你是用重不重来判断？打开了，已经不行了。是重不重来判断？感觉要不出什么东西啊。废话。你的油是金蛋吗？有人要跟我讲说这两个是谁？快拆吧！我不要出。是不是要再选一个？你可以抢，或者你要选。但是你因为我抢你，所以你不能再抢回去。除非到那你把这从二开始。哦，不对啊，你现在可以抢吗？对，他现在是对，那你怎么说你现在二号？你来抽不是，就换，因为我是五嘛，所以就变六。可以啊，就一直抢，一直抢，可是一个礼物最多只能抢两个。对。下一个。
是我被抢走的，对，我能再抢回来的。哎，没有，你可以再抢，因为已经不同回合了。哦，就是我不能抢当时那个回合的。对，那我就要这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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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抢，不要有什么思想，对啊，你可以抢。现在主要人都开始什么了？开始心态一样，心态一样。可以抢，随便抢这个。你看这个是不是？我都想给你 demo 一下。重点是我家就有个家。重点就是我家就有个家。我家没有家。有了，你不需要了。你有加湿器，但你需要一个加辣的东西。你需要一个加。香辣的灯。辣器。要放射是吗？对。行，就是说明书了。这个是他，这个是。你确定以为他是你的了吗？不是，我们还没有结束呢。好，我要再往上一个。还有。你不是有吗？我觉得那个别人会抢。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选一个别人会抢的东西、啊？然后他最后还可以再抢一次。哇、哎！这个星期啊，然后没人抢，没人抢。哇！两个，能不能幕后交易啊？私底下。来了。该我了是吧？该我，因为我被抢了。哦，你被抢了。对对对，他吧。哎呦，哎呦，哎呦，是你的吗？哎。See you face to face without a screen cutting through buckets of water. 哈哈哈哈哈哈！需要吗？我的那个看看这个是什么？不可能吗？开了，开了，开起来好玩了。不好看吗？对啊，会是一本书吧？那么重是这本书，吃的礼物我见过，礼物见过。你见过？他那天在查阅的时候，又给我看了。你看到他买的是啥？那你不能讲。是一个我的。你看他看过，他都不拿。不是，我觉得女孩不喜欢。女孩不喜欢？那也可以，我是女孩。试一下吧。来，给他一个机会。结账的时候，我在后面。我有一次路过你的时候，我特意避开了你。我还想让你等我稍微一点，因为我是想不想让你再看啊。你不会长什么样？我有问题，我是一个性格有问题。哦，炫，这个东西不好看，是不是既不实用又不好看？你说的没错啊。说的没错啊，好啦，你注定没人抢你这个东西啦。好，放在家里，等大家来的时候还可以一起玩。来，你可以抢哦。我觉得你抢会比较好。我跟你讲，那个还有已经两次了，第三场就是你的。这那个也是这两次。这个是一场就是我的吗？对，因为已经两次了。哦，那我肯定要这个。OK， 那我这个真的被抢过了。这都是我最心酸的。那我推你一下。我俩抢了。他抢了这个，他抢了这个。我操！然后现在我想哪个？一个这个。还有一个没开呢。我操！哎，不是，你开了，等一下还有一个机会要换礼物啊，对啊，因为你开了你不吃亏啊。不是啊，他开了如果没
没有人抢他，我就没有机会。不，他第一，他第一个，他可以选择要换。哦，快让我们见识一下。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吧。然后你们又把我抢走。不会啊，我觉得这应该没人抢。我好期待啊！这个袋子是怎么写的呀？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剪刀？不要不要，那我来了。你打个居然什么还蹲进路，他现在可以拿出来打一下。好，现在你要交换，够了。对对对，你要选择你要不要交换，你不交换就结束了。你可以好玩一点的话，你就跟着交换。对。现在能交换的就这个。那这个竞争有什么？它是要插电的，电池电是吧？但是它好像长得非常没用。想一想，然后这个是什么？香水。把下面点着之后，把蜡放在上面，味道。点着之后，把蜡放在上面。想一想，还是要这个。叫这首。
来想别人的反正就是我就知道他会被请，那就下面你下面回去研究一下。如果你感觉学下来的话，那英文水平也涨了。哈哈哈哈哈哈！太他妈搞笑！我当时看了一眼背后的东西，我觉得那一定很难。不是，那不是我自己玩。你搞的只有你能玩懂的东西。太认真了，这个要模式好吗？我想的反正不是我。这次能不能回去问一个他们能玩的游戏？这我可以在 market 里的人会闪了这个的。他不闪了已经。不闪了。没闪。闪。一开始电压不稳，就不闪。这两个已经固定了，然后那个飞抢一次嘛，然后这个飞就是两次，这个飞抢两次，哎，一次啊，就这个和这个都是两次，应该是，不是啊，那个是两次，就是这个他被谁抢过？我开了一次啊，他开了一次、啊，我抢了一次，他抢了一次，哦，对，那这是第二次，所以你抢这个就这个就不会再被抢，然后那个是被抢一次，你多抢，你多抢两次，我只有可能抢一次，对，只能抢，感觉好。Yeah.
们要搞高尔夫吧。我下楼呢，你想清楚。说中文还行，那英文真的好呀，真的好呀，但是音乐玩不了啊，音乐玩不了，你们先学会了，学会了再来一球。交换礼物的，对啊。我感觉他是输的只有一个人，谁给他换的？他后面。对，他后面。哦。哈哈哈。No pressure。把自己的马桶盖拿回去。就马桶刷去。不要笑啊！我们这边加一点惩罚，对啊，换礼物嘛，换礼物。没有，不行，没有。输了那就吃吃空气吧。吃空气吗？吃空气再怎么惩罚？想放一个，就。哈哈哈！那个礼物真配你。哈哈哈！我还是太刻吧。太难了，真的是。读完了，从这开始读。那这这块长是啥呀？我靠，竟然没倒！哎，那我感觉下一个人就比较难了。下一个谁？他是为了礼物拼了吗？这是啥？一会儿要电台，一会儿要电台。这是啥？在我的红酒箱。这个怎么这么配？你是 Costco 买的吗？这一家？对啊，399。你们这个怎么这么配方呢？三瓶。四瓶90分。我昨天买了20多的，结果我喝了一点点，不行啊，整个就酒精过敏了。他都不显浓度太假了吧？感觉。专门挑了一支还不错的，可能有什么东西，就是它里面放了，对，可能是成分你过敏了，也可能就是它的啥，还行。那之前喝红酒都没有关系，应该对，真的没关系。就是整个就挺不让的。Oh no！ 你只能拿那一块了。倒垃圾，倒垃圾，不是倒垃圾姐妹花。这块看起来是整个建筑的，就是个承重墙，对，上面那根的重量都压在它上面。哇，有点重量。它是活的吗？如果你拿一个锤子这么扣块的话，它扣不开的地方。没听过这歌，你们？我读的书少，你不要骗我。我觉得我就是给你这样的，我写的朝鲜族，谢。就是上面那个几多了几多了几多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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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哎，我的这个分析非常的到位，你看，轻松就把它拿出来。哎，老铁们，你拿了一个我想拿的可控制的那个。我拿的是你先拿上面，上面很容易拿出来，还是真的。对，我觉得这两个不轮到我。快去拿自己。拿靠上面的就不容易拿，下面的就没空，下面的靠你这么快就爆了。我没在听我讲，你们都看几眼。想一下，如果你把它拿掉，它还能撑住。哎呦！哇，兄弟！没有问题。Holy shit！下一个人感觉
你这么难，我的天，下一个人从这边拍的话，感觉他都要秒了。对呀，我刚看到他那个。轮到我了。Oh my god！ 你想清楚了不？哇！我是拿这一块的，拿这一块。这很有趣，这每一层就只有一个。所以反正我现在拿完了以后，要么就是我倒，要么就是我后面那个人倒。我这边拿中间，然后我拿完了以后，下一个人可以拿这个。如果我没倒的话，下一个人你快拿，别拿了，倒了。哇！的话就没，就应该正常吧。我知道拿哪一个。还有一个，我来分析一下。对的，我觉得我已经看出来了。还有看出来了？那我怎么办？你看出来了？你可以拿他的对立面，你可以拿他的对面。对，这肯定不能拿。你要看他的这个整体的重心是在左边还是右边，然后再拿另外一边的。不是，反正他不能拿中间那个，中间你肯定不能拿，你可以试一下左边的。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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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晃，你别晃，你等一下，慢一点拿。这个全看手边了，我有点倒不动。上头，上头。我感觉我没得拿。他都拿起了上头，我觉得这个、不行，我现在心脏跳的贼快。比面试还要紧张，是吗？蛋糕好不好吃？你只能赌一下，你只能赌那个，赌一下，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个还有戏啊，这个。对啊，就只剩那个。对，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就是唯一一个可以拿到的，只剩那个，那个之后就没了。就刚刚那个是唯一一个。对，那个是唯一。你赌一把，他拿下来了就死了。可以，可以。Holy shit！我终于这个视频要录完了，我觉得。哪有能拿的？你告诉我。这个。还剩一块。我天哪，哪里还剩一块？这里还剩一块。但是那块大家都说好不行。但是它只有这块有点希望，这块。啊。这块是唯一一块还有点希望的。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也很有可能。下面是谁啊？我。不是我死就是你死，是吧？理论上来说，我觉得真的没有了。现在信息给我，理论上来说，你可以抽到16块的，但是从头上面直接垂直落下去。抽的够快了，上面那个就变形了，下面就。哈哈哈！一把真的这样。可以说，没这块往往真的是这个重心还挺靠右的。这个重心，不行不行，你抽了它之后，那个会直接就它的下部直接到这儿了。不，就是说它这块的重心还有点靠这边，说不定靠抖动，然后不停的把重心再往右边移。你看，你不能把它给停。哎，对。反正我觉得这个肯定能到，因为刚碰到那块。刚碰哪块？刚碰。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直接蛋糕一口闷了吧？我觉得你们来折磨自己。我觉得吃蛋糕还不是在折磨。先你挑出来吧。那根本就是小吃。在我手里是不是？谢谢。他主动权，你没有主动权。广告之后，继续回来。